铜雀。醒了，什么时辰了？回主公，天已经亮了，见主公好睡，不敢惊扰。我记得昨夜去了甄姑娘房间，为何？昨夜主公在甄姑娘房间醉倒，所以属下才将主公扶了回来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昨夜喝那么多酒做什么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给我准备洗漱？一会儿，本将军要巡视邺城。诺。这般困顿，昨夜未曾好睡吗？我这回父帅，昨晚庆功宴，大哥多喝了一些，一时兴起，我们兄弟又聊了一夜。大哥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父帅。你们两个人的酒量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个人好。好，走吧。这。昨夜本将军在梦里梦见了一只铜雀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本将军要抓的时候，他却突然飞入土中，就在此处。曹真、曹休在去看看。诺。主公，昔日顺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顺，今主公梦见铜雀，以吉祥之兆也。是啊，主公，此乃吉祥之兆也。对啊。是啊。真的有只铜雀在土里头。和我梦中的一模一样。恭喜主公，恭喜主公，恭喜主公。
大公子，怎么了？成王败寇，我与那袁绍乃是少年朋友，以后各自带兵。后来他欺负我弱小，起兵数倍于我，要灭我曹操。当日发兵之时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老巢在我的脚下。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。只可惜天下又少了我曹操的对手。起来吧。谢主公。可是尔等可知，在那袁绍的帐下有一高人，
写过千字檄文，罚我曹氏昭告天下。那千字檄文，惊出了我一身冷汗。傅帅说的可是那不长眼的陈林小老儿？据我所知，陈林现在藏在邺城之内。既然如此，孩儿立刻派人挨家挨户搜查，把他抓出来一刀砍了，也好泄孩儿这份怒气。二弟，嗯，那个老贼辱我祖辈，将我妻，一刀砍了，未免太便宜他了，应该将他凌迟处死，以昭告天下我曹府门楣。子坚，为父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傅帅，陈林檄文确实让人气恼，可是孩儿发现他字字珠玑，我看他的文才谋略甚雅致，孩儿认为应该毫发无损地抓他回来。哦，那捉来以后呢？傅帅一向惜人才，礼贤下士亦应该，真心以礼相对待，陈林必会感激在胸怀，不知孩儿说的对不对？徐主，在，给你1000人马，在邺城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，务必将陈林捉回来。属下遵命。张合于禁，尔等乃是我曹某的五虎上将，如今虽袁氏已破，但是到处是袁氏余孽，你们要加强戒备，不得松懈。诺。子文，孩儿在。如今邺城已破，为父还有很多政务需要亲自处理，主帅之职就由你来代掌。徐楚于禁都是为父的爱将，子文呢，你要好好的待他们呢。诺。于禁、徐楚，尔等要多多的辅佐曹彰才是。诺。贾诩，臣在。邺城之中居民安顿之事办得如何了？启奏主公，臣遵主公之意，正积极安顿百姓，重建家园，并平服民怨，按计纳税。好，本将军命你和华歆一道共同整治邺城的正经文教。诺。启奏主公，袁府库藏粮银亲册在此，请主公过目。华歆，臣在。那袁氏的家眷你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启奏主公，一切皆已安排妥当，除了甄姑娘遵照主公意思留在府内，袁家其余妇孺老小已在西郊大院中严密看管，静候发落。好，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，是主公洪福齐天，微臣不敢居功。好了，子建留下，都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臣等告退。孩儿告退。子坚，为何陈林这等狂妄之徒你劝为父这般款待他？孩儿认为治世治人治心莫不容于一个大字。大，为父倒想听一听你如何解释这个大字。山不厌高，
水不厌深，有容乃大。江河之所以成其大，皆因他不捐细流。父帅惜才若渴，有着不究既往、用人为才的心胸，正是孩儿效法之处。父帅经纶满腹，跨马可以为帅，入朝可以为相，如今更是礼贤下士。那天下又有何人能够逃出父帅这运筹帷幄之中呢？说得好啊，子建。子建，你今后必成大器，好自为之啊！啊，谢父帅夸奖。去吧。诺。子建啊，子建，我曹氏一族的未来，就全系在你身上了。只要有一点像，都给我押回去。你们两个，我看他们两个都有点像逆贼陈琳，宁可错杀一百，也绝不放过一个，统统给我押起来。好，走，走，抓我们干什么？走，快走！曹阿满的走狗，大胆！找死是吧？像你们这样乱抓无辜、草菅人命才是大胆。我们就算都为陈大人死去，也是值得的。找死！大家听着，告诉你们，陈琳这老小子再不出来投案，会有更多人像他一样暴尸街头。走，走。看着点。先生，先生，您一连数日都未进食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您就将就着吃点吧。为了替主公报仇，我等才随先生来到邺城。如果先生有个三长两短，您让我们这些属下……是啊，咱们邺城的人马全指望陈先生统领。您要是倒下了，那我们不是留在这儿白白牺牲吗？所以不管怎么说也要吃点东西啊，要不然谁还能替主公报仇？事已至今，我陈琳还有何心情能吃下去饭？像那曹阿瞒，生性诡异，用兵神速，军令如山，如今想要替主公报仇夺回邺城，恐怕比登天还要难呢。那我们就这么白白的等着吗？先生，我回来了。张彪，哎，外面的情形如何？别提了，曹操他撒下天罗地网，到处追捕先生，只要是略似先生容貌者，皆被砍杀。他们言道，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曹阿瞒呐，曹阿瞒，想不到你如此的歹毒啊！
你们两个先下去，我和张彪将军有要事相谈。诺。张彪，哎，主公生前待你如何呀？主公生前待我恩重如山，如同再造。那我们潜入邺城目的为何呢？深藏地下，暗中整合，等待三位公子举军反攻，来个里应外合。不过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了，所以我们得先发制人，免得邺城百姓为我陈某做无辜的牺牲啊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到时候你就把我绑起来送给曹操，然后。甄姑娘，甄姑娘，你别走啊。甄姑娘等等。甄姑娘，哎，甄姑娘，甄姑娘，你不能再走远了，别给我们找麻烦。我家小姐心情不好，请姐姐们行个方便，让我家小姐自己逛逛吧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我们可是奉命看守甄姑娘的，要是甄姑娘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们的脑袋都要搬家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，小姐，小姐好，甄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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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公子，甄姑娘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三公子，你们何以如此狂喊乱叫的追甄姑娘？回禀三公子，我等是奉命看守甄姑娘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们也用不着这般大惊小怪的。你们暂且下去，让甄姑娘一个人静静。诺。甄姑娘，刚才没撞伤你吧？多谢三公子宽厚照顾。不客气。我可不可以称呼你叫甄姐姐？阶下之囚，怎敢与公子称姐到底？甄姑娘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我，小姐在家排行最小，老爷和老夫人最疼爱小姐，他们都说呀，小姐的嘴甜得像蜂蜜一样，所以小姐的小名叫蜜儿。子轩，蜜儿，蜜儿怎算名字？看甄姑娘娴静雅淑，安详静穆。有了，取名叫福字。福。福。真福，福的意思是安详静穆，不知你喜不喜欢？公子果然好文采。你同意了？那我就叫你真。可是你的名字，小名叫蜜儿，我得起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名字。那我就叫你蜜姐了。啊，阶下之囚，怎敢让公子如此称呼？蜜姐。战士频频令人愁，恩恩怨怨永无休，兵为当你阶下囚，为你分担心中忧。因为曹操父子恨，他却托你又问问。心地善良又诚恳，相貌堂堂俊俏人。
好似金屋扫阴霾，姐姐脱俗好风采，绣娃一回中比英才。三公子。哦，那这个就算给朕。蜜姐姐。紫嫣，谢过三公子。承蒙三公子厚待，谢谢。他好像跟那位梦中仙子的模样相似，莫非他就是仙子的化身？我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，想为他写一首赋，却怎么也写不出来？你是在下逐客令吗？恭送大公子。为他真是心不宁，轻描自长在我心，多次欲诉我衷情，他却始终冷冰冰。禀大公子，主公有要事召见。哦，父亲找我何事？主公并未说明，只是要我来找大公子。孩儿参见父亲。请问父亲传孩儿进来有何吩咐？你整日昏昏沉沉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你二弟终日教场点兵，你这个做大哥的昏昏沉沉，成何体统？为父给你派个差事吧。父亲请吩咐。如今邺城已定，府内也修整得差不多了，我想该让你母亲和姨娘们搬来了，把他们接过来，你就去一趟兖州
把他们都给我接过来吧。父亲，我禀主公，华大人、贾大人求见。莫非是蓝图绘好了？好，传。诺。参见主公。免礼。华歆，是不是图纸已经绘好了？禀主公，已经绘好。呈上来。诺。子桓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好，父亲，儿臣这就去。等等，你把子建给我叫过来。诺。你还有心情在这里摘花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父亲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既是好消息，那大哥为何神情却有些落寞呢？来，三弟，你说咱们有多久没有见到母亲了？我们跟父帅东征西讨的，都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，真有点想他。还有大姐，瞧你，瞧瞧你那样。哎呀，都说娘疼幺儿，都是母亲把你宠坏了，一提到母亲你就奶声奶气的。来，像你这样将来怎么做大事？大哥，难道儿子想母亲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。所以呢，大哥我就是来告诉你，父帅派我去兖州接母亲他们回邺城。真的？大哥，那我要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。三弟啊，你一将成军擒妖郎，驰骋沙场勇无双，提起母亲噤如母，乳臭未干太荒唐，太荒唐。我母子相亲是天性，终老还幼如母亲，但愿天伦乐无尽，春轩兵茂相安宁，相雅安宁。你呀，大哥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哎，你说的对倒是挺对，只不过这也难怪啊。难怪什么？难道儿子孝顺父母不对吗？儿子孝顺父母当然是对的。难怪父母宠子坚，柔玉为亲在膝前，一年未见此两面，兖州见母在你先，在你先。啊！大哥一向疼子坚，怎比父母爱深远，
长兄如佛尊心间，手足情深比春轩，比呀春轩。哎，你呀，天生一张甜嘴，怪不得爹娘都疼你。就连你呢，鲁莽的二哥都对你百依百顺。哼，说了半天，就是大哥不疼我，不带我去。大哥疼你，只不过呀，父帅另有事找你。啊，父帅找我？嗯，那一定是让我陪同你一同去接母亲。我这就去见父帅。哎，你干嘛？大哥，请你把这花交给甄姑娘啊。花？哎，子健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觉得？哎，大哥，你说呀。你觉得甄姑娘怎么样？美艳娴雅。真的吗？啊，大哥，你觉得甄姑娘她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我觉得，大哥，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，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别为难大哥了。子健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，你要多去看看甄姑娘，知道吗？那当然了。哦，说不定我去见父帅，父帅要我和你一起走呢，等等我啊。我真怕我不在的时候，爹对甄姑娘各位大人，我曹某人想在刚才所指的地方修筑一座高台，就叫铜雀台。主公好眼力啊，此处建铜雀台，其他楼台亭阁皆由此毗连直下，唯铜雀台最为突出，登台可俯瞰邺城全景啊。这铜雀台建于漳河之上，为是壮观呢、啊、可以彰显主公平定天下之神功呢。本帅多年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，这邺城要大兴土木，希望各位大人多多出力，以于我孟德的晚年呢。主公英明神武，一点都不老。哦，父帅找孩儿。子坚，来来来，哎，子坚，看看这幅图。哇，这图好雄伟壮观！看这幅蓝图，父帅是要在邺城大兴土木。嗯啊，三公子来的正好啊！三公子文采墨画超越群伦，上请三公子指教一二。华大人夸奖了。子健何德何能，怎敢在众父子面前卖弄文章呢？哎，子健，哎，为父想在此处修筑一高台，将那珍藏的铜雀镶嵌在上面，以将来安享晚年呢。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，这世上多少人都喜欢攀龙附凤，殊不知
龙凤也有进食啊。子建愿随父帅，在此铜雀台每日登高望远，吟诗送父。子建呐、啊，你若每日陪为父吟诗送父，那为父将来的事业，谁来继承啊？父帅何须操心？我大哥少年英雄，文武双全，二哥武艺过人，他们都能继承您的事业呀、啊。那子建，你继承为父的什么？